卵巢与女性就如同花朵的根部，它源源不断的输送保持年轻态的重要养料雌激素。针对目前越来越多备孕的夫妇，想要完美的备孕，需要做一个完整的卵巢功能评说。末代卵衰空折纸，卵巢是孕育卵子的母体，卵巢跟卵子的关系就像水池跟小鱼一样，水池就是卵巢，卵巢中的卵细胞像水池里的小鱼，每个月都有小鱼流出水池，最后水池无小鱼，青春期卵子发育成熟，卵巢才有功能来月经或受孕。女性一生中排出400个左右的成熟卵子，而年龄是影响卵巢生殖功能的最大因素，受孕功能在20到30岁的时候是最好的，30岁以后卵巢的功能开始下降，达17.5岁进入更年期，48岁进入绝经状态，这就是卵巢一生的功能状态。认识卵巢早衰，卵巢早衰指女性在40岁以前出现卵巢衰竭。导致卵巢早衰的原因有遗传性、自身免疫、一元性、环境吸烟、感染、特发性不明原因，其中环境因素最重要，尤其是吸烟对卵巢功能影响很大，导致提前绝经的几率较高，影响生育功能。卵巢功能早衰的诊断有两方面，40岁以下出现至少4个月以上闭经，促卵泡生成激素 FSH40UL间隔2个月检查2次，卵巢早衰前4到5年有卵巢原发性功能不全 POI 发病过程，卵巢功能正常也女性卵巢功能下降，生育力功能下降，化验指标下降，基础 FSH 分高，卵巢功能衰竭，月经失调，闭经，低雌激素症状。早期诊断卵巢早衰，即在卵巢隐匿性功能下降时期诊断出来更有意义，可以在4到5年后出现卵巢早衰之前完成生育。卵巢储备功能评估及诊断，卵巢原发性功能减退表现有3个方面，一、生理方面月经紊乱、闭经、白带少；二、植物神经方面植物神经的潮热、出汗；三、精神系统方面精神系统的失眠、焦虑。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家自测促卵泡生成素，家庭自测金秀儿促卵泡激素检测试剂，交替金法。检测步骤一，用小吸管吸取此地尿液，滴入是卡的圆孔内。二，10分钟内观察结果，若15分钟后没有反应，表示无效，需重新检测。结果判断：一、出现非颜色深 T 没有颜色，或非颜色深 T 颜色淡的时候，表示内分泌正常，卵巢功能健康；二、出现2条线 T 跟 C 颜色一样深，或 T 颜色深 C 颜色淡的时候，表示卵巢不健康，患有早衰或囊肿，需要注意了哦。三、是卡没有颜色或只出现 T 颜色时，表示操作不正确或是卡失效，需重新检测。温馨提示，一建议在月经结束的0到3天检测，排卵期的卵泡雌激素比平时高，不建议检测。二位是结果更准确，在建议的检测周期内每天检测一次，连续监测5到7天，若存在2次或以上阳性结果，提示有卵巢早退现象，建议咨询专业医生。三、与所有诊断试剂一样，最终的确诊应由医生综合各项检查指标及临床症状后做出，其中三项符合上述检测结果，代表卵巢功能减退。另一个检查是 B 超，通过 B 超检查卵巢里2到8毫米的卵泡到卵泡少于6个，代表卵巢的功能下降。呵护卵巢，卵巢早衰不但生育功能消失，对女性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一旦卵巢功能下降，所有的身体器官功能都开始下降，比如脑、心、肝、肾、皮肤都会改变。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Look weight H 100% Hide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1px, Solid 1818 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1px Solid 1818 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杠 CONTENT 杠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杠 CONTENT 杠 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f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EEM PGC-CARD-BOY-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似0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OY-Height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D URL HTTPS S0 Static COMPGCV 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